夏天就快到，想以美好身材示人，不如学下三个收紧下半身线条的弹床舞步啊！第一个动作呢个咧就系重臂嚟嘅，咁就要好靠我哋大髀前面个 part 嘅力啦，咁去跳上去我哋心口个位置嘅。呢个第二个动作咧就系会练到我哋个腹力嘅，主要咧就系上下上下，可能做翻六至八下啦，然后喺斜45度角咁样 hold 住嘅。咁 hold 住嘅时候咧，我哋个腹咧就会系 feel 到一个好实嘅力咧。如果喺弹床上面做嘅话咧，有好多都会卸咗一啲力啦，唔使话喺个地板度做咁痛咯。除咗腹部同大腿，臀部当然亦都系一个需要留意嘅部位啦。好，而呢一个动作咧就主要系收到我哋个下半身、大髀啦、小腿同埋我哋 pat pat 嘅线条嘅。小腿嗰方面就主要系我哋夹高脚嘅时候啦，成个小腿嘅肌肉咧都会收紧咗嘅，尽量坐低啲，即系肌肉嗰啲就会训练得好啲咯。